人生月落，时针不停在转动，从昨天经过，错合着这将规则牢笼挣脱，此刻纸色落空，在坠落入地那一刻，清醒的准则得过且过，还是暂时的心得烟火，自由召唤我，高峰指引我，推开新的生活。 You say你说我们还问没问他？问什么？这公司都传遍了，说肖默拿到遗产以后没有站在夏雨这边，欺骗董事长，见利忘义的。我可不相信他是这样的人啊。要问你问，反正我不会问。你是他姐，你问啊。你们俩饿不饿呀？要不要我叫点外卖什么的？啊，不用了，我一会儿来煮面吧。啊。你们俩不用担心了，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哎呦，让你多嘴。飞行员四改三。
现在公司都在讨论肖默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我一点都不相信。微微，以后我不想再听到肖默的消息了。感谢您。哦。好巧。肖默，你伤好点了吗？还不错，谢谢。那就好。吴迪可关心你了，没听说你昏迷就让我去看你，对吧，吴迪？有吗？我不记得了。怎么没有啊？你在夏雨家的时候不让我去看肖默吗？我一提肖默你就难过。我是去看夏雨，夏雨难过我就难过了。这可不行啊，飞长途四个飞行员变成三个，这不叫累死人吗？也不安全的，大家说对不对？说的就是啊，这疲劳驾驶就是对乘客不负责任。哎，罗总，这消息你听谁说的？啊，我是跟那些秘书小妹聊八卦，他们偷偷告诉我的，说公司新开了航线，人数不够。难怪，最近公司请了不少国外的飞行员回来。哎，我还听会计部那边人说，那几个老外光副机长就是我们两倍的工资啊，那更别提机长了，对不对？哎，真的是同工不同酬啊，真的是很不公平啊。不行，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地位啊？啊，成了被压榨的劳力了。不行，哎呀，干脆罢工算了。按理说夏雨已经是飞行员身份，他应该会考虑这些方面的，但是没想到他一点不维护我们飞行员的利益，太让我失望了。这夏雨哪能做得了决定啊？夏雨只有夏董事长的一半股权，另一半股权啊在肖默那，夏雨只是一个小股东，做不了决定。他们的股权纷争为什么要拿我们的小老百姓当炮灰呢？所以太可恶了。就是现在飞行员四改三和高薪聘请外国飞行员一事，在公司闹得已经沸沸扬扬，大家人心惶惶，甚至已经有人私底下开始怂恿飞行员开始闹罢工。这样下去，公司的运营将面临巨大的困难。今天我出席一个商业酒会，居然有记者问我，你们中夏航空是不是因为董事长过世了，所以就陷入了混乱，简直是莫名其妙。对，昨天呢，有其他航空公司人问我，说你们中夏航空这么着急开发新航线，到底是为什么？难道有什么猫腻吗？我看他那副嘴脸，就好像盼着我们出事儿一样，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
天酒还是我来买单。我们能够击倒雷琛、罗东、功臣，这对我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啊？可以呀、啊，罗东。哎，不过这次能够成功，主要还是靠你领导有方。要不是你提早想到把消息放出去，那个雷琛怎么可能会栽这么大一个跟头？你说对吧？现在雷琛的计划呢，暂时搁置了，接下来啊，就是主席的位置了。你准备怎么办？哎呀，可惜那个萧默不靠我们这边，要不然你肯定能赢。那你说这萧默，董事长把股份给他，不就是希望他能够帮你吗？哎，他倒好，竟然敌友不分。没关系，就算没有萧默，这仗我们一样可以打赢。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是不是有点那个？人家就是请我们吃顿便饭啊！你要是这么多心的话，干脆我一个人进去。哎，老公在车里等你，你跟你前男友吃饭有点意思吗？你放心，林远来了，请坐。喝点红酒吧。不，我开车，来壶茶吧。啊，要不算了，接喝水吧。好，那我陪你们喝水。我做主已经把菜点好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没有没有，我们都可以。啊，本来想请二位到我家里去坐一坐，啊，我家就在附近。后来我一想，可能会有点唐突，也怕你们不自在，就选了这儿。下次吧。啊，你现在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嗯，地理位置不错啊，去哪儿都比较方便。还行吧，我这不是刚搬过来吗？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再来。重新再来就不必了吧？辞旧迎新比较好，因为毕竟第一次恋爱失败了以后，第二次要慎重。辞旧迎新，说的跟过年似的。来吧，那就以水代酒，感谢二位今天光临，谢谢。喂，是我。我这就去。对不起啊，临时有点事情，得先走一步。单我已经买过了，你们二位慢用。没事吧？没事，对不起。我就猜到他没安好心。黄医生，您可以跟我说实话，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根据这次检查，您做的肺部 CT、胸片和癌胚抗原等检查来看，您的肺部有阴影，再联系您之前所说的咳嗽、胸痛等症状，我们怀疑您是可疑肺癌患者。
幸亏你及时的阻拦，否则真的跟夏雨正面冲突起来，这公司可就麻烦了。不过这个夏雨啊，我们之前倒是小看了他。不是小看，是我们蔡心迪了。马上要到董事局投票的日子了。这次你牵制住了雷琛，但他也知道是你捣的乱，他一定会报复你，你可要小心点。哎，不好了，夏雨被警察抓走了。啊？什么？真的，我亲眼看到他上了警车，很多同事都看到了。有说是什么事情吗？我也不太清楚，好像说什么蓄意伤人。蓄意伤人？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不看你看谁啊？就你们俩天天形影不离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最近夏雨都在忙公司的事情，哪有功夫打架？哎，说起打架，我们已经拿到了，现在想听听你怎么说。没错，我是打了他，但都是为了自保。是李腾先出言侮辱我的朋友，我是替我朋友出头，然后李腾他们就开始动手打我们。但是李腾说是你先动手的。李腾跟我有过节，整个航空公司的人都知道，他这是做假口供诬陷我。
夕阳，真的是你啊？你在这儿干什么？我有话想跟你说，我怕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那你说吧。那天我请你和任远吃饭，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医生打过来的。我之前有点咳嗽，胸闷，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那天医生打电话来，是告诉我检查结果，说我得了肺癌。你们好，我是这架飞机的副驾驶，今后也将会和大家一起负责这趟班次。之前是我不好，给大家造成了不愉快，在这里我向你们道歉。于副驾，我们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之前的事情也是我们的责任，以后请多多关照，相互监督。谢谢你们。哎，你今天飞哪边啊？法国。任机长，任机长。哎，机长好，您家好。小东，我老婆今天飞美国，帮我看看怎么准点。哎呦，任机长真是模范老公，您稍等哈，我帮您查。对呀。那我先走了。好嘞，嗯。这个航班倒是很顺利，也没有晚点。可是华兴。
网上现在全部是你打人的消息。看来雷琛为了这件事能发酵，没少下功夫。你说要是我爸，会怎么处理这件事？Myself wondering, what did happen to the last 10? I 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And 19 was the year I had to leave you, but now I'm seeing all the signs.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This really happened here. I can't be too sure, but one day I'll be yours again. Life lessons come one in a dozen. The other 11 give something from nothing.I sit here looking for an answer. Maybe the biggest question was in the last chapter. You gave me the soul I have today. Without you I never could have moved away. But now I see what you teach. I do believe I always should have stayed. Yeah.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 I can't believe it's true. I'm just as surprised as you. Is this really happening这种小人，我早晚有一天把你赶出仲夏。现在谁赶谁还不一定呢。年轻人，有什么话好好说嘛，何必搞成这样？放心，猪扒包。哇！哎，你别买了，根本吃不了。你怎么都不吃啊？我记得你不是最爱吃。
你好好治病，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来，祝你成功。嗯，谢谢。夏董特意把股份转给你，我想，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制约他。本来我还在考虑，现在我觉得没什么可考虑的了。我也得对我们公司的未来负责。过两天董事会投票，我一定会站在雷董这边的。感谢，来，让我们共同举杯。为了我们中小航空的未来，干一杯。老公，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我去了趟澳门。你不是跟我说你飞了吗？咱们公司又没有去澳门的航线，为什么电话不接呢？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的？我手机没电了。为什么要骗我？你去干什么了？小莫跟雷琛在一起，而且他们还去了雷琛经常去的那家私人会所。陆机长和李董也在。啊！小莫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对呀，董事长把股份给他，不就是希望他能够帮夏雨吗？哎，他倒好，不帮就算了，还在后面挖坑，还不如把股份给我。你就算了吧，
我怎么了？最起码我不会背叛夏雨，跟雷城狼狈为奸。其实我倒觉得罗东说的没错，萧默手里那些股份啊，在咱谁手里都比在他手里强。对呀，啊，亏我以前敬他是我大师兄了。无敌啊！